Hello， 陈师傅，我上嚟睇下你哋执修完未噶？咦，跌薄喎！喂，小姐，要执修啲咩啊？全屋都有啲位想执修噶。哦，收到。一阵间师傅可唔可以执快啲啊？执快少少，哦，OK，冇问题。赶时间噶。收到，一定执得好快嘅。可以再快啲咯。收到。我执快啲咯。系，收到收到，帮紧你，帮紧你。你企得太近窗边啦，危险啊，师傅。唔会。你知咩系危险啊？吓，唔系，因为我装修架柱栏啊嘛。你唔好讲咁多啦，好危险噶。系，帮紧你，帮紧你。点解会熄咗盏灯噶？哎呀，赶时间噶。帮紧你噶啦，小姐。大概一个钟就执好噶啦。执啦执啦，唔好忙啦。哎呀，识唔识装修噶？帮紧你，帮紧你。可唔可以再快少少啊，师傅？最快噶啦喎，小姐，已经摸到手噶啦喎。你个牌喺边度考噶？你识唔识装修噶？执快啲啊！识唔识听噶？帮紧你，帮紧你。个牌喺边度考啊？我问紧。德安装修学院咯。乜鬼嘢啊？你唔好乱咁噏啦。咁你问我边度考啊嘛？咁我真系德安装修学院啊嘛。执快啲啦！系，帮紧你，帮紧你。我真系好多嘢做噶，你知唔知好大压力噶，香港人。帮紧你噶啦。收到，帮紧你，帮紧你。系咪咧？迟咗啦。帮紧你噶啦，唔好咁急住。点算啊？未执完啊？今次死紧啦。有乜嘢咁担心啊？有乜事啊？好大压力噶。你可以过嚟听下，我可能帮到你噶。你帮唔到噶，点算啊？嚟紧啦，小姐。你笑乜嘢啊？我冇笑啊，小姐，我真系冇笑啊！你游友又唔识，保灰又唔识，都唔知道你个牌边度考翻嚟嘅，抵你做唔到设计师啦！帮紧你，转个身就搞掂噶啦！喂，你识唔识整啊？唔识就拎个 floor plan 出嚟啦，哔哩不啦咁样。帮紧你噶啦，小姐。你帮唔到我，落到话，哎呀，点算啊？点解你屋企人要绑住你嘅？佢哋话我出去会惹到好多麻烦啊！我系咪好麻烦啊？唔系啊！啊，好麻烦啊！唔系啊，冇乜嘢啫嘛。你会唔会话俾人哋知我住边噶？唔会，做咩无啦啦话俾人听你住边啊？我唔知啊，好惊啊我。唔使惊噶，黐线。好啦，执完啦。唔好意思啊，我啱啱讲嗰啲嘢真系冇心噶，我成日都要复诊，你真系唔好摆喺个心上面啊！唉，唔好讲呢啲。但系咧，我第一次见有啲咁好嘅装修师傅咋，好彩揾咗你哋 Easy House 啊，我第一次冇俾人歧视啊。OK 啦，呢算得系咩啫？系你未遇过好嘅装修师傅啫，今次试过啦。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啊，师傅，多谢你啊，我哋下次见啦，拜拜。裝修完工是要指將裝修合約的整體完成，除非有特別指明啦，是不包括要先將執漏完成的噃。而執漏又指啲乜嘢呢？例如是要執修一些油漆、保油、填縫，又或者家私的配件、小五金的更換。而正因為師傅已經離咗場，需要再進場或者等家私配件到，所以一般執漏都不會咁快完成得到噶，所以大家記得留意啦。Easy House 位于科学园，我哋成功配对咗超过2000个装修案例，欢迎准备装修嘅你透过上网或者电话向我哋提供基本嘅装修资料。Easy House 专员会因应客户嘅预算同埋装修风格，提供3间合适嘅设计公司同埋装修公司上门答斥。我哋会为客户提供报价分析同见证签署装修合约。在工程期间 ，Easy House 专员亦都会定期上门视察装修进度，令客户可以更加了解单位入面嘅状况。所以快啲联络我哋 Easy House 啦！